早安，我带。不要说我没提醒你啊，你这个时间点来这里，真的不太适合。米宝，你不是说要上厕所吗？怎么还在这？叶医师。我去厕所。叶芳玲，你又没有做错事情，你在躲什么？可是我现在出去，离开也不是，留下来也很怪。算了，我还是再等一下，说不定唐一心很快就走。现在开始都只能吃原型食物，过辣过酸的都要尽量避免，还有要特别避开会诱发发炎的食物，知道吗？这个唐一心对流川枫也太好，这流川枫这态度，我应该早就已经发火了吧？好了，可以开动了。大猩猩不是说过这里是男生宿舍，不方便女生进来。兄弟，我还有课就先走了。小姐，你的心意我心领。大猩猩要出门了。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我郑重的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不管你是想要得到什么，都请你尊重我私人生活。尤其现在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住，请尊重我其他室友的感受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的这么严重。在美国的时候，不也都是我照顾你三餐，然后送到你宿舍吗？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是球员，你是防护员。我们只是工作上的伙伴，但现在我在休假，所以请你真的不用费心在我身上。好，我只想问你，你难道真的不在乎签约的事吗？请你不要一直提合约的事情，因为我真的也没有非签不可。该不会流川枫要因为我回美国了吧？他在洗澡。哎，还是苹果。嗯，这苹果昨天晚上有回来吗？你干嘛不讲话站在这边啊？你脸色看起来太差了吧？发生什么事啊？
超级可怕，我怎么为了你好啊？我呀！啊！我真的不怕，谢谢你的好意。观众，我们的电影呢已播映结束，请离场喽。啊，终于结束了！我刚刚真的快被吓破胆了。不会吧？这部电影这么无聊，根本就不可怕好不好？无聊？超级可怕的！你看我们看一只超大蜘蛛，超恶心、超可怕的。徐志远，你也觉得很可怕吗？不然丫丫干嘛一直遮住你的眼睛啊？不知道。从头到尾我大概只看了10分钟，其他时间就像你们看到都被你的手给遮住。我怕你被吓到吗？丫丫，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这么大只的蜘蛛，而且蜘蛛可怕的不是它的大小，是它的毒液。我都知道啊，那万一有什么外星人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异种，然后来地球，那万一对人类造成伤害，那种物种那真的太可怕了。我看你是想象力太丰富喽，丫丫。周伟，这个时间是不是没有公车啦？还是你今天就睡在这里？嗯，好啊，那我们早点休息。嗯。晚安喽。嗯，那我也先走好了。等一下，你今天晚上可不可以睡客厅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。我害怕，我万一晚上，我万一晚上会有啊，会有大蜘蛛怎么办啊？拜托，救命！救命！昨天就知道你怕蜘蛛，那你也太害怕了吧？笑到不敢睡觉。哦，你不要笑啊，我真的被吓坏。而且我昨天回房间，真的有一只蜘蛛在地上，哇！我整个晚上在做噩梦。嗯，不过算你聪明啦，还知道要留一位王子来保护你。嗯？哎，不过徐志远干嘛一大早洗澡啊？他昨天晚上没洗哦。再也不跟爱丽丝他们看什么恐怖片，差一个晚上我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好像没事。徐念呀。我说呢？哎呦，徐志远也太倒霉了吧！昨天晚上被你留下来睡沙发，早上起床还要被你泼咖啡。不是啊，过了一个晚上，谁还记得他睡在沙发？因为他就这样直接迎头撞上来，被泼咖啡很正常啊。哦，好了。今天难得放假，我还是回去继续睡觉。爱是，哦对，我跟那个守卫呢会在房间很久，因为呢我们的回笼觉会睡得很晚，然后很熟，所以呢你要跟里面那个王子啊看电影，还是要继续泼咖啡，不是泡咖啡都可以。好，不是爱是，拜拜，爱是不是啊。爱是一定要在自己脑补了，他一定误会我跟徐志远，而且徐志远算哪门子王子？嗯，是不是有谁在讲我？
我只想问你，你难道真的不在乎签约的事吗？请你不要一直提合约的事情，因为我真的也没有非签不可。流川枫讲的话是真的吗？还是只是在说气话？他不可能就这样放弃大好的前途吧？一宝，该出来了，唐心已经走了。还好你出来了，不然我就要破门而入了。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，应该饿了吧？要不要一起吃个早餐？我才不想吃那个，我要吃就要吃我爱吃的，越不健康的我越爱。好，那我们就去外面吃你爱吃的。